哦，根本你来后空比报吼，保本太家后空吼，就系国家公演咧天行组嘅发通哦吼，加下有老太家后小嘅歌嘅吼，啲台湾后有内地位国家公演吼，系做得起行嘅哦，行睇嘅歌后咧又有西登路做得拿到哦，又做得使自家嘅身体吼变到当空天咯，还有咧除咗呀天行嘅发通吼，除了呀健走的活动吼，唐贡吼，还有呀油气嘅发通系冇，因为除咗太家上到吼啲国家公演吼，除咗安尼行行了了啊。都得了解一下生态之外咧，其实吼一摆吼国家公园吼，咩动用心哦，咩有动到无强用的法通，都得本太家来体验，系冇？是不是也做了不同的？就是大家除了就是去山啊，去爬山，就是只能呼吸大自然的空气。其实一摆，其实这次也安排很多不一样的活动。对对对，嗯，国家公园其实大家到垦丁可能都会觉得是游泳啊、冲浪，可事实上从国家公园的不同的哈，引导大家从不同角度来欣赏国家公园，所以。我们推了一些创新的游戏活动，包括这十五个，这个列了十五个。哦，对对，创新活动哪一个是比较推荐吗？还是每个都要，每个都特别，每个都要，每个都要，可能一个月，可能是三个月，可能每天都在跑。这个期间也是搭配刚刚的健走活动，所以时间上也是五月到八月这样的设计。不过秋雅画面好像这画面上看到的会是哪里啊？这个应该是海边的，海边那就是垦丁的哈，对，垦丁它这次设计是浮潜，从浮潜来看这个海胆的保育成果。其实它也是澎湖吧，澎湖也是有一个海洋古种。对，它是到南方四岛去做一个生态观察的体验。隐秘刚刚有共斗，就是海洋国家公园。因为某嘛，佮较高的山咩吼，因为某山，故说就没有参加健行，可是他有油气的活动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他油气活动也是还蛮不，因为像这一次的活动，其实会不止让大家知道说可以在那边走走啊玩玩，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多不一样，会想到说哇，原来可以在这个国家公园有这样的活动，像这个我们大家刚才有公道哎吼，垦丁国家公园有一个哇象胆爱象胆边身胆。还有那一只胆，海胆是海胆，海胆对，来看海胆的保育成果，然后到海里面去看，带着他们穿着潜水衣，然后到这边来看我们这个潜进 ocean， 潜进。不是要周青，这全部都是要报名的吗？报名？对对对，大部分都是需要报名的活动。那他们有些名额其实都还在热烈欢迎大家参与中。对，不过像我刚才有看到伊咧，台江青春夜行，夜行鸭行吼，是夜间吗？是啊，是夜间啊，是多夜，多夜啊，就是不睡觉哈，从三点走到隔天的七点啊，夜行。现在所以一定要年轻人才可以吗？认为自己是青春的就可以参与。哇，真的！所以像这个夜行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在台南地区嘛，吼，台江国家公园，故说给台南给片地方也会，因为要夜行，夜行就是无手所谓嘛，就空蒙没，就很暗，什么都看不到的话，其实没还有懂多。都得 sell 给就可以介绍给大家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过在走的时候会带头灯了，好，然后就是下午三点开始前进，然后经过这个我们的入耳门，这天后宫，然后到了这个部分到了安殿国小，然后再回来我们这个走到江南大郡这样子的一个路径上，也会介绍一下这个历史，就是 sell 给他的事啊，蛮干，对对对，走进就有就超过，那个是八田演义那时候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江南大郡，他的贡献呐哈，对，不过亚片哈没有看到，刚才有哇就会祭师，你要有敌斗哎哈，就是学霸。学霸较困难一些嘞，唔讲爱看到呀哦，你的名吼，你有咩很多呀按神奇的名咯哈呀 ，people 吼，懂 people 协吼，都多呀拉客人吼，也还蛮感动哈。做下太家收机哈。好，我很多呀名诶吼，其实爱因为爱平常拢爬树诶做调查，所以同事拢会含含很多蜘蛛人。哦。啊，另外一个同事伊专门研究 people 诶。哦，好，所以他干嘛还没很多蝙蝠侠、蝙蝠侠？不是，亚白发通就会用两啥？对，因为系蝙蝠拢喺他体树冠层吼，啊，爱以前拢会互相支援，嘿，就是帮伊做调查呢。所以安尼亚白拍呢，或都会主要目的就会讲，本民众有咧机会吼，上到安尼七层了，七层咯，二十一公尺的咧平台，有安全冇哈？
温泉一定，我们有评估考量过的，所以一定懂温泉。所以有本民众有一个机会，吼，上到安国的地方，做一个生态观察。哦，唔讲也躺起来吼，也喺老平常时大家躺到一样，攀岩系冇常用的吼，攀岩系攀石头，攀上去就冇的。唔讲也系要上去过后，系有人老有烧鸡系冇。系，冇错吼，我们就会。上去底下主要系就当过有老师有教练诶，会跟讲小鸡讲当过诶个生态嘿。像我哋上去鸡树当过，其实过多兰花诶植物嘿，蛮过多蕨类植物嘿。啊，我哋当过蛮有空一些鸟巢香、豚蝙蝠巢香，不过诶，就会有机会来观察。不过我刚刚有讲到吼，一片里面有就会树冠层吼、树冠层吼、树冠层的生态的探索营啦吼，嘛个系树冠层咯。树冠层啊，恁简单来讲吼，就会树的最繁殖、最丰富的地方。好，那像台湾呢，中海拔森林来讲吼，那是差不多1800公尺左右吼，我恁的树的。果土差不多对30公尺到40公尺，吼，拢有。那只要超过20公尺的果土以上的吼，我们拢可以闻到一个树冠层的。树冠层。哎，听说。哦，古时候叫个树条，听说会较太细嘞，系冇？系。做得支撑就错个。系，因为伫超过安尼20公尺以后，树冠层底部也系生态最丰富的地方哦。那以前大家拢。做过多的地面的调查啊，树冠层因为较无很多工具可以上去，所以较少人伫啊讲嘿，当过诶一些较丰富的生态，较少的资料。因为冲也好，大家刚好有看到画面吼，也树冠层可以有真点动工呢。故说一百五公的迄7层楼系冇，7层楼迄轻高诶，含迄工做得含较高安尼。7层楼一。成了他们3公尺嘛，所以准备第21公尺，嘿，对体雪见的地方已经算够高的。啊，一般民众会就是体白接圈一类活动吼，爬安高的了，嘿，安高的咧。体白先吃苦呐，嘿，已经算够大的挑战。嗯，不过听讲吼，一下啲台湾吼，抢油呀，抢地呀，18国家工业油系冇，油安尼嘅就系。也发通杭州嘛，干农哈树冠层生态，主要就是我们有起两个平台，啊，这两个平台中间有做一个雕刻，哦，那主要就是很本民众上去平台观察，然后杭州也雕刻，那对另外的平台下来。不过也上去后，青岛做得几多3年咯，你上背啊？哎，我们讲要刻咩嘿啊？有重量的限制吗？平台一般拢限制在五三年，嘿，啊，加挑客我们就是一百人一年可以通过安尼。哦，一百嘿一三年韩国去高票，漳州的那么一三。韩国来。哦，不过 AD 送杯安尼搭建也着个东西吼，调白红个只 AD 广告的时间有谈到的，就是童子军还是童军会做安尼的事情。不过谈过也系无强用的吼，特别专业的系冇。系冇错吼，因为也要考量讲树的要拉胎，也要拉健康，也一些枝条的搭配一定要考量。我体力我用的来算咯，我用的讲好就一条老一条，啊之间安尼做一个挑球安尼。所以我们有做过多方的评估出来，有上实际上去当过来来量测一下距离。啊，伊可以承受的这个载重，嘿。不过你刚刚有讲到讲，一般吼，第一松柏的平台吼，抢5、3年听听啊。不过一下第18国家公演吼，有几多只也平台咯，还得抢一只听听。今咱做两个平台，两个是无？啊，做得有两组哦，两组人上去，啊，有人然后收几安尼。错，冇错。啊，不过我哋拢对一个平台上去，啊，另外一个平台下来安尼。哦，循环。我说一百枪一组送去啊，你听你。一百就替的送去了吼，替你的替什么替四的人送去，给是给替的做下来嘿，所以维持104的人替当过。哇，不过吼，我知道吼，一百吼就会富太国吼，老太家工业吼，真劲。
唔系保养好空嘅呢，因为啊特别好空嘅东西吼，已经吼结束嘅，已经冇嘅冇，系啊，特别热门就超嘅系冇，同多年人哋参加就冇嘅。我哋都也两办两梯次，然后啊两梯次拢伫双礼拜。啊，加就他家翻应用嘅咯。哦，他家翻应懂。懂热烈，天宁太阳就系西宁嘅，还是太宁嘅较多？诶，我哋有先天诶，新冲片嘅做唔得，新冲片嘅做唔得，上去嘅冇。最冇一万十岁，系啊，最七十岁因为系。真嘅有七十岁有冇？诶，最高报名嘅差唔多，唔算那么多六十岁，系系。哇，真嘅咧，古时候日冲日中嘅发通哦，喊白喊威有冇哈？诶，我安尼系明年会固定的时间来办嘿。系啊，因为唐希伦，因为听起来其实还蛮特别的。唔知是科长的话，你敢吗？七楼，七层楼。有惧高症吗？国家公园从业人员就要勇敢去接受挑战。真紧呢，不过喺国家公园呢，你低度会有你系惧高症的吗？这可以说我不要参加这个吗？总员本身有一些惧高症，嘿，就可能不会想来报名的。啊，去人来报名的大部分啦，拢可以顺利完成。啊，我哋嘛有讲即个爬木哩咧，啊，下半年改天绑手去买一个。嗰所也係清安全的就做嘅啦，喺大家就會要踏一熟嘅啊，物就做啲安尼送去一天我要吊帶，有安全帽，係啊，一些安全的係措施。高係啊，高冷會提下杯啊，蛋糕嘛有高冷，係會一定會辦安全的措施咁。不過唐工也係推板梯咧，有安尼發通嘅梯房咪吼，嗰所也訓練的人員啊吼，特別有訓練高模啊。所以为到攀岩的国家公园做也体验活动，所以我们提两三周年以前都先训练一批志工，然后生意上的志工，哎，啊，训练员就会为到去配合也的活动。哇，真感动！这篇呢，也是台湾吼，体咧吼，又咧苏冠城咧生态嘅探索营吼，做对老太家吼，来收集下，做对苏冠城按古嘅地方吼，做对刻上去吼，又做对老人来收集下生态。不过虽然吼也已经结束嘅，等下吼做对来谈一下吼，附带个因为老爷苏冠城一种嘅生态发通吼带来台湾咯吼，然后吼先来去看一下等下一张唐可那有马木雄嘅故事哦。